来，曲总，你们两个在一起很难说情感有多深，但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，都是各取所需。男生说的很明确，女孩就是三方面优点：漂亮，能做家务，并且在外面能给你带来面子。你对她唯一不分开的诉求就是她能够照看孩子。是的，她在你心目中的位置很低，但是她并没有选择离开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身上还有她需要的东西。是什么？这就是她给你的优点的三点之一：大方。这就是她在你身上看到的需求。你就是在自我麻醉，她某一句话说你还是那么漂亮，立马你就笑了。你能不能有一些清醒的认识和原则？如果都没有的话，他只能是通过满足你的物质上的需求来维持这种关系而已。但是他不是爱你，他是因为他自己无法抚养这个孩子，就是这样。至于你们如何走下去，或是能够走多远，不在于我们，在于你们，在于你们之间的利益是否还能绑定，还能有所图。如果没有所图，你们肯定就会分开的，就这样。好，谢谢曲总。来，严老师。婚姻不仅仅是爱情，是感情。婚姻中的男女其实真的是一个生活的合伙人，婚姻是有很多维